大排场的表演节目全部拢刷到台湾电会的现场。这是南投县政府文化局为着提倡伊的活动所举办的记者会，希望大家来收听，也会当做伙来感受客家文化。那我想我们2014哈，我们南投县的客家日哈，这次正好，2月19号哈，正好搭配在我们2014台湾灯会哈的期间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啊，承蒙我们客委会哈、王主委还有所有客委会的长官哈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哈跟关心哈，特别把我们今年南投县的客家日，特别把它加入在我们灯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里面啊，去增添哈整个这样的一个灯会的光彩，还有我们客家的这样一个天川日的哈这样一个活动的一个光彩。这次南投县内的提倡日活动，除了文化局在灯会主场的节目以外，其他也阁有南投、草屯、竹山、水里甲新民五个所在，都是留给登场。信义乡客家协会嘛特别来举办记者会。在这边，来报告当天这天川日的整个活动哈。当天呢，他们就是要回娘家哈。那么恳亲大会，我们有做一个很大的接待欢迎啊，这个仪式哈，应该非常的热闹哈。这是一大主题啦。当然呢，我们有一个我们客家版啊，客家版的一个竞赛哈啊，那个板糕非常多种，多式多样哈啊，欢迎各位也来品尝一下哈。文化局表示，今年的全国客家日节目真多，欢迎想要了解客家文化的乡亲，会当做伙来参与活动。1月19号为下晡4点半开始，在主店区的舞台有连续5点钟的精彩节目，欢迎大家做伙来感受客家文化。记者郭一麦采访报道。